放学后到复习室继续温习功课吧。 正好，他身旁的那位是。冬玉，再打斗一下吧。不了，我累了，去学校吧。冬玉，糟了！啊！啊！我没事，这是谁的手？ 你的出现就像公主去游戏探险，红雨是他的名字吧？怎么他离不开我的视线？心怎么跳得这么快？红雨。 Rotate.